大概多少米啊？是十八米吧。十八米，不知道。这条有十八米吗？有啊，有啊，还有那条、三条。我说这一条，这条。这一条四米。啊，四米。16。四米七六，不是十八米，四米多。一共有四条。好。对。这条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没有了啊。啊，这次没有了。他如果是进的话，从那边插一个管，这水冲出来。啊，这次过程都没有了。啊，停机的啊。你再把那些药。哎，师傅，这边烟，这边烟。哎，我不行。哎，那个师傅，来。谁看您喽？谁说喽？他如果是硬，这是软的，所以他这么重，这么就倒出来。如果硬的话，他是用水。冲出来，一向冲锋的。对，这都是硬的。啊，普通的地层的。它这个是多少？三十米是吧？三十米深。啊？它不是多少米深啊？但是三十米深啊。这也是13到16的。对，13到16米。嗯。那这就是。对，你看，这多少米？多少米？这是13到16米。这石头来的吗？这石头是不是岩层的？都是去到那里就是岩层的嘛，岩嘛。这是多少米啊？17米啊，18米，16到17，16到17米。不要刁乱人家了吗？他妈那个玩意儿。不会。人家他妈的那个玩意儿设计的，那就邪机的哦。又拉伤了。地铁翻车了，你负责拿，李尚宇啊，我这记录在案的啊。你就看呢，你就把我拍下去了。就是这个搞乱人，这个地图。没错，就是我。地铁翻车就他。对，就是我。17到18的，17到17。你的时候啊，这小时候你父亲搞那个煤田就是这样，也是跟一样。这小时候跟对，原理是一样。对，但没这么粗。OK 了，应该是一样的。对，好，这拍下来就可以了。啊，就完事。好，谢谢。不背一点，不要背。